You're gonna take. Dia kepada saya. Dia kan keras. Ang bisa malu coba. Kalau dia, dia tu, dia tu lagi.
कसर पिसमा मलाई आजै आउनु छ मिजाको मिसो ब्याकु可能是因为他
我们那个时候把西西租给是干过之后，后门。那都。嗯，这个推荐了。这个人不落单呀，那个蛋是硬气。我们俩，那个老哥他妈怎么说来着？把西西租给是不是？那个硬。该有个就。嗯，洗掉不就弄掉？我不会搞的，可能。就是洗洗几个人。 嗯，一个人把起酒来干个，搞得跟人家不一样的话，哈，这个走哪里呀？干啥的？干啥？干啥？俺们大家不聊不？ 我是什么了？哈哈，给人做个啥子嘞？哈哈。我是什么人？关注点赞啊！点赞，关注点赞。我该挂别个高的高呢。别那个人家入戏是不是？ 我可是练的，我把些可是练的，我那些。说那些的。说的把，说的把，我想跟你说。你那帮臭女人，我，我阿姐那就臭阿姐那就把我，我想可是的，我就是好。嗯。嗯。嗯。弄到那没事。我可能说。阿姐。 不能要求，啊，可以吐槽，吐槽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的想法很正常，但是不能要求，千万不能要求。我做那不来的，俺妈这个做吧。俺姑妈这个。做不来。俺妈多肉的不？ 你在这，挂别个搞不就得个人？随便个人有。嗯，挂别个搞。等一会儿弄点臭。说那些臭。回呀回呀，我今天在群不在处理那些病人吗？俺不是去别人农民台家。 河北保定，河北保定，滚龙安的，我死了，屁！应该没有多远吧？还真要不打死？我想的应该没有多远。啥你们那那么大？ 小油菜。
小油菜花，还有上面手上那个是老干妈辣椒。还有一个。老干妈辣椒。那走路那些，那你大伯是一拨人家跟你个配，你个水。我们开别的。你别。哎，给我送你。那你带着行了，我叫我要拨你。 最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炒的。有几炒？我们说那个。你们越想说，我越想吃肉。翠花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甚至怀疑我第一次。端个水。带过来能吃。又不行，你给端个嘛。我估计他收着有些东西，他收着。 金花山沟。我想吃那个青的。我也要一包。大三。 辣椒，绿的，你不认？绿的，yes。哎，这个可能。现在过上过，来点水。我们这两天就是一把路。 是的。把那个手给他。你要跟他说有保质期，我跟他说过了。那问题都说过了，我跟他说过说吃的东西要。那过不了，你们今天要做吗？不然的话。肚子饿了，我今天吃。 你把肉做的吗？哎，当然老飘送了，你这边。剩开个的等我飘。这，这样有问题吗？比如说榨菜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，我跟他说他又听不懂，要说半天。 下面没得过一起，甚至早出。来买点关注的吧，轻松点点关注。买点关注的吧，轻松点点关注。您现在看到的是翠花家的直播。
老干妈汤，刚刚儿子和他们俩在讲了。老干妈，老干妈，这不没了，这不没了，嗯，呀，还是不的。刚才错了，偷吃了，没，他没吃，要是他把它吃了就好了。 给点这边吧。我们要看小朋友吃饭的，到隔壁老王那里看。啊，我还说要吃两个辣子，这个辣椒有点辣。辣。嗯。嗯，那个。 嗯，啊，变凉了，手。嗯，他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些吃的拿出来说，让我留在一边，我肚子饿的时候我自己吃。 没事。嗯，没事。你是叫他把袋子拿出来。没事，没事。
吃麻糊也是一样的，那天我约他们吃嘛，约他们吃，然后他们就跟我味道是怪怪的，然后说话就说，就跟我讲说，他们跟上面他们不喜欢吃，说像我留着，我不是饿了给我自己吃，然后我跟他讲，说那个黑芝麻糊对，对于老人跟孩子很好的。 他把它收起来。嗯，你看，嗯，你看的，阿哥，阿哥，哎，多少钱？电脑的。嗯，熟了呀，放熟了，放熟了。生错少不来的，记住。 我为什么现在不去跟他要吗？我可以明天白天，不是吃饭的时间跟他要。但是我现在正在吃饭，就吃到现在我在跟他要榨菜，我怕他认为我嫌弃他做的菜不好吃。我怕他以为说我嫌弃他做的菜不好吃。 那这个钱是搞得就打下来行，不钱能弄个？是买不到肉吗？对呀。那这个手机？手机。你别，你别过来，这把怎么了？ 那啥不？你搞的葫芦娃儿杀猪玩意儿不去？那葫芦新鲜，就搞你这有的。你妈妈六六六六。